陈情令播出以来，肖战不仅很受欢迎，剧中另一位主角王一博也很受欢迎。随着王一博的受欢迎，很多人也逐渐了解他，发现王一博是个充分的直男，但大家都不知道王一博这样的直男也很甜蜜。陈情令已经拍了一年了，我也不记得这是什么戏，所以我也更不知道王一博是默默地看肖战的电影，还是两个人刚拍完对方的电影。总之肖战结束的电影慢慢来的时候，王一博先是含情脉脉的表情，然后肖战也没有准备，王一博对肖战说，战哥，弟弟爱你。说实话，从王一博这个直男的嘴里说出来，其实当初《陈情令》刚播出的时候，很多观众不仅被肖战和王一博的演技所折服，还被这部剧的男性设定所吸引。最初很多观众认为两人是按照剧本拍摄的，但是两人经过长时间的交往，真的产生了感情，但是这种感情不是恋爱，而是彼此的兄弟感情。王一博是多么直男的大男孩。